龙年欢喜，新年快乐。我是实心班的陈嘉荣，可以叫我陈荣。我是实心班的张简德涵，可以叫我德涵就好了。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平常实栽实理课程都是怎么样进行的。是啊，每周六中华无尽灯文化学会呢，都会有一整天的课程在这里进行。这次就由我陈荣先充当龙头，来带大家看看平常实心班的启蒙班都上些什么课。准备 ，Let's go。考考你，这世界上有三栖动物吗？龙啊，龙会飞翔，会游泳，是陆海空三栖的全能运动员。考考你，十二生肖里龙跟其他动物最大不同？基本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在动物园或家中看到，可是只有龙是传说动物，充满神秘感。考考你，为什么龙是中国帝王的象征呢？因为中国最早的帝王皇帝，他骑龙升天是最早的龙骑士。考考你，龙和恐龙有什么关系？目前没有人可以证明龙和恐龙有关系。考考你，龙卷风跟龙有什么关系呢？龙卷风来的时候，只见首不见尾，古人就以为是龙来了。嗨，四星班的信武老师、秀凤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哇，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呢，欢迎陈荣大哥哥和德涵大姐姐。各位同学们好。大哥哥大姐姐好。你知道吗？今天四星班的同学好像要跟我拜年耶。不是跟你拜年啦，是跟实栽网络教育学院的朋友们拜年啦。我们班卧虎藏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是八条龙的一班耶。好特别哦，我们是叫蛙龙。小朋友，有没有准备像陈龙哥哥一样的充满了活力来跟大家拜年呢？ Are you ready? Yeah!子曰：“是也，如以鱼为多学而致之者鱼。”对曰：“然，非鱼。”曰：“非也，鱼亦以贯之。”那请问刚刚这一章大家有没有要讨论的地方？今天嘉荣跟德涵怎么都不一样啊？我怎么变成龙头了？我只记得刚才信武老师这样龙珠球一丢。我就舞到了这来。哇，我手上也多了一把扇子跟两条辫子，这个龙年真的是不同凡响呢。这个扇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那今天两位聊到这边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周六下午的日常吗？论语共学班。那我们先来访问好了。请问学长，您为什么会来这里跟唐老师学习国学呢？北宋张衡取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而来此学习国学知识。哇，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拜年吧。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这是到了哪里呀？对啊，我们这回又到了哪个班呢？我们是学思班。那我想请问一下满玉老师，请问你们这个班平时都在上些什么课程呢？我们这个班主要就是林慧芳林老师，还有陈信如老师，还有唐维志老师为我们上中国历史以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那我很好奇，这个班的组成大概都是几年级的学生呢？我是高一。我也是高一。我是八年级。我也是八年级。我是七年级。我是八年级。我是八年级。我是七年级。我是高二。原来你们都已经是高年级的同学了呀。刚刚我们在跟大家拜年的时候呢，都会受到龙珠的干扰呢。是啊是啊，我可不希望这回又跟上次一样了呢。结果我可不敢保证哦。勿擅为，苟擅
两位学长好。小朋友，我们跟大哥哥大姐姐问好。大哥哥大姐姐好。大哥哥，两位学长来做什么的？我们今天是新年特别节目，要来这里访问大家。哇，请问你们是什么班呀？全人班。你们都是几岁的呢？三岁的帮我举手。好，放下。四岁的帮我举手。哦，一个。好，放下。五岁的帮我举手。哦，一个。好，放下。六岁的帮我举手。哦，好，谢谢。六岁的再帮我举一次，举手。好，放下。七岁的帮我举手。举个。好，放下。八岁的帮我举手。谢谢，放下。哇，学而班果然像周易中所说的蒙以养正圣功也，每个小朋友都有成圣成贤的潜力哦。哇，看起来小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了要拜年了呢。嗯，好，那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拜年吧。那我们就一起向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的朋友们一起拜年吧。好，小朋友，我们要一起拜年咯。来，一二三。自画像，那么试问，老子的哪一张不是老子的自画像呢？老子的累累兮若无所归啊，就像孔子说的“道不行，沉浮于海”啊，就是可以随遇而安的，叫做“树贫贱，行夫贫贱”。哎，两位学长是不是来敲门的呢？报告老师，我想我们应该不是来敲门的。哎，对，我们是不是有特别任务？老师，我们是新年特别节目来访问实哉实哉实体课程，想知道平时都有哪些学长来中华无尽灯文化学会学习呢？哦，这个有哪一位来帮忙回答呢？老师，这个有学生来回答。我们都是非常仰慕老师的学问渊博，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跟老师一起学习传统文化，那也非常高兴啊，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来课堂上学习，这代表我们学会的这个未来的气象是欣欣向荣的。老师好，非常欢迎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来观赏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今天在这边上课其实已经上非常久了，因为老师上课非常精彩，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喜欢来上课，上课上得很愉快而且很受益，从此呢恶行恶状也改了，希望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来参与我们上课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的课程，这非常精彩可期，欢迎大家。非常感谢善友给学会的鼓励，其实我个人学的真的很皮毛，听到这样我当成勉励，当成我的所愿境，其实我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啊，经阅历没有比大家丰富，在学儒老那边学的也很浅，我是最后期的弟子哈。那只是说我的老师过世以后啊，我来分享，我过去所学的。那在这一段的岁月中啊，三十年的岁月当中啊，其实我在大家的身上我学到很多，反而这个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们一起在这一个学会，还有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的这些课程里面，我们一起共同增长，来做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个人很皮毛的希望，以及我个人心中的一个真正自我的期许。感谢老师以及师长们的期许。那现在是否可以请老师还有各位师长跟我们一起拜年呢？哦，很好。那我是不是请尹先生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跟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的线上朋友们一起来拜年呢？好。两位学长，你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我的龙帽好像不见了耶。哎，
我的辫子也不见了，扇子也不见了呢。哦，神龙总是见首见尾，你们的任务应该是完成了吧？是啊，刚刚每班都说要拜年，龙珠球也把我们带到各个地方去。嗯，我还在想刚那个扇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善哉善哉，时哉时哉，相信所有的谜底都会在最后拜年时揭晓吧。狼嘞！大吉大利，龙年吉祥，恭喜恭喜！